下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当中哦，有一些是专业的音乐老师，那有好几位也是业余的哈、哦，那就是所以呢，你看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讲话有一点腼腆，然后有时候会小腿垂一下啊，哈、哦，所以包容包容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觉得自然就是对嘛，所以啦，我现在吹了，再来这首，我相信。